小曲儿唱挺嗨呀。哎，八点了啊，兄弟们，八点了，歌上线了。那个，周刚，这把咱们玩这个，就是一二发三四的，然后才一局，好吗？哇哦，晨晨讲话还是那么勾引我，我还是这么爱他。晨晨，好久不见，哎，拉裤兜。有人，哎呀妈，他又拉裤兜。李欣呢？英语，欢哥，按谁裤兜？欢哥，你有所不知，我刚学的英语。哦，行，那裤兜哥，那咱们就直接开始，可以吗？哎呀，看到没有，晨晨给我讲话多么的细腻，你说可以就可以啦。你给我上一边子去了，一二三四了啦，啊吗？啊？一二罚三四了啦，可以吗？好啦，都行，豆妹儿。好的。哎，欢哥。都行，都行啊！他才瞅着咱俩，都是。我快找瞅着，找瞅着了。别拍，开始了啊！开始啊啊！开始，来，谢谢龙哥。嗨，这让我老朱，这刚开播，这生意就这么好，都是我的小娘子，欢哥是我的好哥哥。哎呦我的妈！哎，好啊，兄弟们。那刚开播，咱们直播间的兄弟们，把咱们的点赞人气票，感谢我夏哥，谢谢老于，把咱们的八点的人气票，兄弟们先给他露露面，六六元的大队，66张，兄弟们霸满全屏，快来！哎呦我的妈！我乃天蓬元帅下凡，感谢我执着哥给我送这么多个电视机，我老朱能看着，我天天看电视，电视里面全是爱情故事，还有亲嘴的。好的，兄弟们，感谢我执着哥送的大奖品，哥哥，我爱你。感谢我日月我月薪大哥。给周周哥兄弟们先点一波关注，兄弟们先扑扑关注，来开始，拉开帷幕，战袍一穿，我要拉高，兄弟们，每个人，兄弟们，每个人备个66张人气票，兄弟们，开始。伴随着第一局，咱们的直播现在正式开始。直播间的所有兄弟们，对，把人气票，兄弟们，66张，兄弟们打在公屏上。哥几个，咱们先给8家人直播画面，兄弟们，咱自家哥们儿，每个人看到送人气票的兄弟们，都互相关注一波。破的，好。欢迎直播间所有兄弟们，先整首我老朱的霸气的、好听的歌曲，叫《八戒》。所有兄弟们。演出现在正式开始，来吧来吧，宝贝，我情愿一个人低头的走，也不愿和这小友同流合污。师父他总对我恨铁不成钢，我一直弄不明白是何缘故。我也会为了爱义无反顾，我也会为了朋友粉身碎骨，我也曾坐在角落偷偷的哭。
回应声这个世界情为何物，我多想回到高老庄啊，抱一抱我的新娘啊，奈何这世界它太疯狂啊，师父不让我回家乡啊。兄弟们，谢楚南大哥，谢王李哥，嘿嘿，我的嘴哈哈的死的哈。我情愿一个人低头的走，也不愿和这小刘同流合污，师父他总对我恨铁不成钢，我一直弄不明白是何缘故，我也会为了爱义无反顾，我也会为了朋友粉身碎骨，我曾也躲在角落偷偷地哭，回一声这个世界情为何物，我多想回到高老庄啊，抱一抱我的新娘啊，奈何这世界它太疯狂啊，师父不让我回家乡啊，多想回到高老庄啊，哎呀，抱一抱我的新娘，快说啊，奈何这世界它太疯狂啊，师父害怕我受伤啊，我多想回到高老庄啊，抱一抱我的新娘啊，奈何这世界它太疯狂啊，师父不让我回家乡啊。好，欢迎灯王，欢迎屯王，欢迎兄弟们，好，用咱们的人气票，兄弟们，每个人感谢小敏，感谢我岳西哥，感谢我喵喵哦，把咱们的人气票，兄弟们，哟，这一局我看我要垫底了，我告诉你，我狠的时候挺狠，不狠的时候，谁能打我，拿我不怎么着。哎呦，谢小敏哥，谢谢文艺大哥，能有520188。666的兄弟们，人气票兄弟们，咱哥几个顶好了，咱给他们点点关注，兄弟们，点点关注，兄弟们，来，刚才播，这局我是第四，这个不好说呀。感谢咱们家叔叔祥叔，不好说，兄弟们，第四，你可想而知，这每个人来整个666张人气票，兄弟们，你想多少分？我靠！目前1334人助力的兄弟们，把咱们的人气票，兄弟们，扩大范围，每个人打出66张人气票，兄弟们！欢迎停宝520，妹妹，感谢我杰哥在杭州，感谢我14144的66张，感谢天南地北，感谢熊勇起飞，感谢以和为贵，还有和好心已在，还有江湖大哥、靓仔大哥 ，Party！ 好，这一局启用8家的偷塔大队，每个人备个188或者66张人气票，兄弟们。10000多人，就是一下子众人实在回天王的感觉，可想而知，人家票1毛钱1张，打出的分数比一个华子都多，这就是战斗力。感谢邓皇哥，什么都行，人家票礼物什么都行，低调。兄弟们，备票，备票！一声唢呐，千军万马来相见。感谢普哥。感谢咱们虎虎生威，谢谢咱们家大哥送的人气票。这一局我不想做第四，为什么？我也不知道。感谢我喵喵我大哥，
到最后一刻永不低头。感谢马哥，谢谢马哥，谢谢借我一点爱，感谢浩宇，谢谢浩宇大哥，谢谢虎哥。我老周一喊天兵天将，他们哎呀，感谢我大哥，我爱我家，我想我有个家。老周和你么么哒。感谢我大哥，我爱我家。好，干哎呀，兄弟们，我小舅的小黄熊妈都来了，都兄弟们，感谢我华哥，给我华哥点关注，兄弟们，给我华哥点关注。这小舅的小孩舅妈都这都来了，哎呀，还一个，哎，谢个，哎呦我的妈呀，啊，对，咱们的输赢是一个娱乐，兄弟们，咱们的低调，哎，我靠。嗨，好，义薄云天。上，打进直播间所有兄弟们送的联机票，辛苦了各位。我的妈呀，这我这一看这分数，杀猪还需宰牛刀呀，我指的对。这是几十万，我的妈。太狠了，兄弟们，啥也不是，对，啥也太惨了，我个十百千万26万20，我的妈呀，嗨，得，好美的小心灵，让妖怪给我整的又难受了都，太厉害了，我的妈呀，谢谢欢迎花花，哎呀，太狠了，辛苦了各位，哎呀。咱们一起来，太精彩了，给你关注了，真的能跳，你们也可以跳啊。我开个麦啊、哦。那个，太惨了，咱俩一起做惩罚了，猪哥。太惨了，杀猪还需宰牛刀呀！嗨、哎，不是杀猪不用宰牛刀，关键是我是谁呀、啊？我又不是猪。你整这些事干嘛呀？嗨，我一瞅这，我说两万分我赢了。20多万呢，太难了。咱俩做惩罚，你演个啥，我演个啥，才艺演这不就行了吗？那就听哥哥和豆妹的吧。哎，这太狠了，你们自己来，拿着要我说干啥？自己来，才艺局啊，自己来拿手的才艺局。好，哎，那行。我老猪，虽说我老猪，被人虐了，但是我的小心灵，我还是有的。那好，来首歌曲。要不你这样，哎，猪哥，要不这样，我弹琴，你跳舞。弹琴，卡不上，卡跳舞风尚，我都抬的好久了都。哎。啊。哎呀。陈儿啊，刘晨儿啊，陈儿以后你就用这个角度播吧，肯定得老迷人了，老多大哥了的。哎，就是不露脸都迷人，是这个意思吗，黄哥？那个背影比正脸好顺眼，好像背影。哪有？欢迎龙文姐。应该是说侧脸吧。啊。那好，那我先来了啊、哦。我也来。啊，我来个开场曲送给直播间的朋友们。那好，那我是第一个啊。那就来一首非常非常震撼的歌曲。惊喜了，兄弟们啊！我寻思大家都不在这、啊。来一首。你来吧，你来，我给你伴舞。真的，我给你伴舞。来吧，你得学好了曲目。好，这个舞蹈必须得嗨。把赞那打过了，姐打过了，得嗨嗨曲啊，还有下把呢，嗯，来吧。所有兄弟们，把咱们的小红心小人机票随着音乐的节奏一起 OK 这我跳不了，可以，这我跳不了，我教你。
去看。哎呦我的，这大喇叭！缺点就是你确实不是个人了，别的确实不错呀，咱说。哎，他们都说我是猪王。猪王。猪王吧。谢谢209啊，感谢感谢。不能带爸。别说，对不起。啊，咱俩还整吗，豆妹？不是，你整一个呀。到刘晨了，刘晨还没演呢。我完事儿了，我刚演完呢。啊，他跳舞了啊，他那意思。我刚演完，那个。要不你再赠送一个，你们整着哦，你们整着，我去坑人去。好，坑人家，那就那都撤吧，都坑人家吧。去坑人去啊，都坑人家吧。那撤吧，撤吧，撤吧，我们也撤了。哦，拜拜。好，拜拜。哥哥，啊，他把我当冤种了。有人不知道啊？我来完了，他去坑人去了，把我给扔了。哎呦我的妈！你完事了，他不给你伴舞了吗？嗯，我操，他给，哎、他给你伴舞来着。啊，好吧，那哥，那我老朱放开，咱们出去跑跑。我老朱碰到好的，你喊我啊。啊，嗯，好。刚那我走了啊。好，走吧。啊。而想我的时候靠不是喊我哦，我薅你啊，薅你啊，就是他们那些姑娘想调戏你的，你就说永飞是我兄弟，我帮你啊，好好好好，那我走了，关注我欢哥，我的好哥哥啊，感谢我樱花哥，打这么多票不演个才艺，我操我操，得，好嘞。哥几个，咱们就去老规矩的嘛，人气票每天的九点的之前呢，有的时候有飞这个咱们这个人气票，兄弟们，每天九点之前是必须要走的，兄弟们，人气票哥几个，咱们有能力，兄弟们，咱就整个绿源的666啊188，没有能力，兄弟们，哥几个点点赞，兄弟们，玩玩，我的直播很随意，开心就好，兄弟们啊，破嘞破嘞，走。先把这机票兄弟们先给他扔了。见你我这一天见上了。哦，哇塞，啊，
啊？可可，八戒，夏可可，八戒，是你吗？是你吗，二师兄？哎呦，这不是我老朱天天梦想的夏可可姑娘吗？不如找你改个名，我叫高翠兰得了。啊，想当年，咱俩分别之后，人家挺想你的。识别多少年呢？掐指头算一算，好像也得有3-5年没见过了。哦，今天呢，咱俩相遇在抖音，我老朱先给可可施上一礼。哎，要这么说的话，哦，那么，前世是翠兰，这一世呢是夏可可。说多了也都是外人呢，都是自家人，都是自家人。哎，我也是个第一。哎呦我的妈！干啥呢？坐下。啊，你怎么没穿衣服呀？穿了。再次感谢乌灵兄弟姐妹们，谢谢，还差一点点，穿了八戒。经常看你的视频，真好看，身材又好，而走路都带风。你要这么说的话，那我起来走一段。有人。带疯了吗？那只眼睛光瞪我，我害怕。哎呦我的妈！感谢恩峰，谢谢兄弟姐妹们，谢谢大家好秒了，感谢你们大家好，谢谢。第一次。哎呀，我真的说实话，我听到你好多次了，我们家好多小伙伴都说让我跟你认识。今天终于有幸我们两个相识相知相爱，就以后再说吧。你别骗我，他们能知道我呀。真的，他们都说了，说你老有才呢。我不喜欢才，我喜欢媳妇好。啊，原来是好色之徒。哎呦，我可不色，我专一。第一次相遇，咱们俩呢初次见面，咱俩可否一起娱乐娱乐？切磋一把，就是才艺局嘛。我平时行，我这两天我不敢打 PK， 一打 PK 官方给我打电话说我声音大拉票人笑话，咱就表演才艺给大伙展现的。好，那行，那 OK 啊。可可的眼神里面充满着爱情的光芒。有人。好，那咱们俩就开始吧。好。啊，已经开了是吧？这个好。那这个好。一样的。好，那就闭麦了啊。好的，一会儿见呢。哇，他笑的样子刺碎了我的内心呐。有人。哎，闭麦八戒好油腻啊，闭麦，情商好高啊，好会唠啊。哎呀，这不又认识新朋友了吗？兄弟们，夏可可我知道，就知道欢迎550的兄弟们，都是老朋友，兄弟们都经常之前都非常听说过，都是抖音的这些才艺的娱乐主播嘛，遇到的都是很高兴。然后呢，我是演猪八戒的形象给大伙逗乐，哎，开心就好，谢谢咱们家西元大哥，谢谢哥啊，来吧兄弟们，咱们呢，谢梦醒有你，谢哥，咱哥几个呢也9点之前，兄弟们8点之前，咱就是哥几个整人一票，大输大赢，兄弟们，永飞呢记得，兄弟们不是一个 PK 的主播，但是呢，只要玩这个娱乐的兄弟们，多少分呢，兄弟们，咱就不存在就是怎么地。娱乐就是娱乐，但是呢，有人气票的兄弟们，我希望哥几个有人气票的兄弟们能打人气票，打点人气票就可以，兄弟们啊，辛苦了各位。破了！感谢我一元哥。啊，我老朱要不拉票也不是咱的强项，我就先给姑娘唱上一首。哎呀，来，大鼓。
姑娘，美丽个大姑娘啦，大姑娘走进了青纱帐，感谢影子哥，喂，欢迎影子大哥，感谢影子哥，影子哥 I love you now， 给我影子哥把关注先点播，兄弟们，给影子哥点播关注，兄弟们，哎呀哎呀哎呀，欢迎影子哥，一朵花儿开就有一朵花儿败，满身的鲜花只有你是我的真爱，好好的等待，等待这朵玫瑰开，满身的鲜花只有你最可爱，你是我的玫瑰，你是我的花，你是我的爱人，是我的牵挂，你是我的玫瑰，你是我的花，你是我的爱人，是我一生永远爱着的玫瑰花。给你票，别忘了兄弟们，一朵花儿开就有一朵花儿败，满身的鲜花只有你是我的真爱，好好的等待，等待这朵玫瑰开，满身的鲜花只有你最可爱你是我的玫瑰，你是我的花，你是我的爱人，是我的牵挂，你是我的玫瑰，你是我的花，你是我的爱人，是我一生永远爱着的玫瑰花。不管风雨有多大，我只爱你这一朵玫瑰花。你是我的爱人，是我的牵挂，你是我的玫瑰，你是我的花，你是我的爱人，是我一生永远爱着的，你是我的花，你是我的爱人，是我的牵挂，你是我的玫瑰，我爱我的家，你是我的爱人，永远爱着你玫瑰花。哎呦你妈啊又打完了，哎呦你，我这个地，我这个地，这怎么事儿，光这又忘了拉票了。谢谢兄弟们，感谢啊，感谢咱们家这个，感谢咱们家影子哥，还有我爱我家大哥，还有咱家熊二，哎呦熊二两虎都上榜了嘛，还有朝阳哥，还有日新月异大哥，还有东京华大哥，还有直播间所有发言人送的联系票，辛苦了各位，辛苦了各位 ，I love you， 辛苦了各位，辛苦了各位，可可，老头在哪呢？老头跟小号呢？见笑、哎、见笑了没有什么见笑不见笑的，咱俩初次见面，我多多少少有些小紧张。哎怕什么呀，人家长得丑我可非常非常疼媳妇，我但是他们说了女生不可紧张。哦对，别太紧张，紧张过度不好这可紧阿弥陀佛好好，
哎，反正经常听说过夏天可姑爷的这个，只看看我也非常有意思。今天晚上能碰上，那好，那咱俩就给大伙表演一个。得嘞，好。我就挺喜欢你唱歌、跳舞、唱歌好听。那我给你来一个，你平时不怎么看的。啊，我什么没看过？我天天看，我不怎么听的。我都听过。他们说想让你给我表白，我觉得，第一次见面就让你给我表白，有点显得不知廉耻了。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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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样不好，感情是慢慢培养，慢慢撮合。原来你喜欢节奏慢一点的啊，快乐我拿不了啊，他们都想玩我，不是，都想吃我，吃我。好，那我先来。那这样式的，我先来。啊，好，要不你先来。好，那我就给姑娘。整上一曲吧，老朱呢？别的活不会整，就会这些才艺呢，小才艺，那就给姑娘整上一曲吧。期待期待。我想来一首影视的经典。叫那首歌叫什么来着？美人。美人钓鱼不是美人吟，这个吟这个好听，送给两个直播间的朋友。看到可可，觉得就想吹这个。我怎么还紧张着呢？还可可，可可长相就是属于那种适合做夫妻的面相，真好看。哦、是的吗？啊，这话对多少女生说过啦？我从不和姑娘谈情说爱，我不喜欢别的姑娘，因为我高冷。我，因为你心里早已种下了一个高翠兰。啊，对，翠兰不在，你又是翠兰。来，我家人都在那起哄呢，说来个杀猪刀吧。感谢九剑哥，谢谢九剑哥。让我可可给他们来一段。我来一段。好，我本来我想来个天蓬元帅呢，我来个狠货吧。好，因为我觉得八戒挺厉害的。然后这里有很多小伙伴们都是你的粉丝，哎、跟我讲过，谢谢，说你特别有才，然后情商、智商又高，没有没有，完了家里边的粉丝又特别特别的有素质，哎呦太好了，哎呀，咱们去想跟你认识了，向可可姑娘点个赞，去点个赞，点个关注，兄弟们可别忘了，谢谢，感谢，那咱们就浅浅来一段，来一个狠货，来，欢迎咸鱼哥，大家肯定没有听过。没有，我配合你。
靠着江湖的战，手握七尺降龙的棍，猛虎怎怕你老眼的恨，没人会在意你背地的伤，身后全是这废弃的光。想当大也是跪地下当，是江湖的道义也未必是脏，江山的土在我脚下踩，打点好我的金钱道，把没用的过去都脚下摆，只当隔岸观火的金钱豹。你听都闹着叫都造着胡都傲着江湖闹着龙却抱着虎多好，我一身的本事是独门独到，和我的兄弟都自有媳妇，想要提回我真是离谱，在江湖吹起了我的笛鼓，我永远都是那江湖鼻祖，看我的武功并不普通，可我俯冲的虎功像孙悟空，就算我早不在江湖上混，我的名号和辈分是江湖祖宗，我讲江湖的话这命不言诈，我把江湖践踏从人破了你的卦，我攻击的快谁也别说我坏，兄弟一直在派早已名声在外，跟我战战战跟我干干干，一起江湖内乱跟我办办办，跟我战战战跟我干干干，一起江湖内乱跟我办办办，曾经拴住我脖子五年的链子，还有曾经让我成长心酸过的骗子，他们在我背后想要害我找我骗子，我为了我的兄弟还有我的面子，生活这一辈子都是为了票子妹子，留个江湖位置金银财宝找我柜子，为了和我兄弟能够穿着头和六子，我坐的轿子但我那把撒的票子，喊一个吧，喊一个，哎呀还是那种感觉哟，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，很高兴认识可可，真的特别特别紧张，真的我也是激动的心颤抖的手，此时此刻我就想跟你好好做个好朋友，咱俩就别这么俗了，我去换个东西吧，有人有点心急了，sorry， 谢谢九酱哥，感谢咱们的关注，可特别有才，我也特别喜欢看，就是他的喊的闷，谢谢八家人，特有劲，姑娘，来日方长，以后咱们常玩啊，好，不打扰二师兄的时间了，咱们以后有机会常玩。我后宫还没有会喊麦的呢，我爱上你，不是我就挺喜欢，挺喜欢。爱就行了，那个上字来日方长吧。啥？可，咱俩常玩啊。嗯，你别忘了给我点关注啊。我早就点了。哦。那我走了。嗯，好。默默送你。好。哎呀，江湖的真的打虎的棍，那个盾大。这姑娘我见过，兄弟们，之前在 KS 耳压我都听说过，特别有才，就是一般的就是能喊麦的姑娘，兄弟们都特别特别狠，就是喊麦，就是直播这个东西啊，特别玩的特别好，咱们一定给姑娘点播关注，兄弟们欢迎直播间所有朋友们，走，接着走。哎呀，破来，还是出门玩好玩吧。对，刚才那个可家的朋友们都说说这都还有认识咱们呢，都夸咱家这个素质好人好，咱呢就趁着这个机会呢，咱们多出去认识新人，让更多的人知道八家人咱的存在，对不对兄弟们，咱呢就是出去玩不讲 PK 输赢，兄弟们给大伙就找才艺玩，兄弟们行不行啊，找你耶，最后爆毙得了哈得了爆，人家票第四了都，哎呦我的妈！第四了啊！哦，人家票第四了都，快，这不好起来了吗，兄弟们？下一位，哎，今天好多人都没打人机票是吧，前三兄弟们，我这一瞅前三，今晚前三有八家人的位置，兄弟们，这个前三今天晚上兄弟们能都没打是吧，
那没打的话，八家人咱就那什么了。今天就趁人直播这个，哥几个咱们备好人机票，兄弟们。还是一句话，有亏那是很简单。打这个 PK 呢，我希望大伙儿都不是说输赢咱就烦恼，遇到最好。有票的兄弟们，咱整点票，兄弟们。八家的3000铁骑给我盯好，给大哥点关注。人机票呢，咱们呢就是为主啊，为主。小主，我是老朱。下一位。见到本宫怎么见到本宫垂涎三尺了这是吗？干什么？看什么看？看什么看？眼珠子都看愣了，都看着迷了，没见过美女是怎么的呀？没穿衣服呀。你这头猪竟然敢污蔑媚娘！我没灭。刚才呀，人家有点着迷了，见到、姑娘，老猪失礼了。快点给媚娘行个礼，我可是女王陛下。好，行礼，我可会行了，我就我这个最大的礼，行你。有人大胆！你别晃悠我那。你胆子很大呀。我是你想亲就可以亲的嘛，真的是。Sorry, 人家刚才礼使得太重。找本宫有何贵干？我不干，不是我是来就是降妖的，路过这媚娘家里想讨杯水喝啊。是的嘛，你表现不好，我可不放通关文牒给你哦。嗨，我表现可好了，我又会捏又会锤，还会还会捉挠痒呀。好的，看你表现，如果你输了，你就把这些全套给媚娘做了。让我干全套呀？对呀，全套的，又捏又锤的什么的。你可把我当做搓澡的了。这是你说的，你要把我伺候舒服一点的嘛。那我输了呢？我看这媚娘的气质，这个感觉特别像我媳妇儿。我要是赢了的话，我想娶你。哎呦我的妈！猪八戒，你竟然敢欺负媚娘！我是刚刚登基不久，这个江山还没稳固。这不是欺负你，这是爱你。有人。我不嫁人，我是女皇，我是独立自主的女皇，我不嫁人。女皇也是女人呐、有个幸福的家庭啊。不要。没事，我很好得，一得就能得到。我不好得，你八辈子也得不到我。你别晃悠，我怕你衣服晃掉了，真好看。我晃掉也不关你什么事儿。我就不嫁给你这个猪头。那咱们俩不嫁。你越大声说话，我越控制不住呀。不是，大胆，你敢调戏美梦。哎呀，猪头，娘子，你别是息怒。换一个，今天不嫁你，今天你娶不上。好，那咱们俩。初次见面就来个才艺局怎样？
肾是好。我有六个肾，六个腰子，肾挺好的。我的肾呐、啊，我的肾挺大，腰子好几个啊。这时候我肾好。是的嘛、我想把你猪腰子给掏出来。啊！我做那个什么猪腰花，那个花干怎么炒的那个？哎呦我去！那不行。那好，来吧，咱们俩初次见面，咱们俩呢就少点暧昧，多点情感啊。你叫我什么呀？你叫我什么呀？扯心连一下还是怎么的？就这样好。咱们俩就来个卿卿我我的啊，不是，就是什么呀，才艺局的啊。好的。他的声音怎么这么好的？对，哎呦，来姑娘闭麦来。啊，就这样开始了。时间不够呀。够，还四分多钟的时间，就这么着了吧。呵、啊、来呵、啊、原来古代那个都这么办，那好，闭麦闭麦。来，咱们所有的朋友们对这个猪头锅打他。我是遇佛降佛，遇神降神，遇得稳的朋友咱做朋友比稳，遇到能聊的口嗨的，记着兄弟们，老猪从不低头，这就是我的气质。哎，我是谁呀？我乃天蓬元帅，你调戏我得？我让你知道什么叫做公主有六个腰子。哎呦我的妈！哟，人家票不打的话，这今天晚上这个前三，今天晚上前三，我觉得正常打的话能得前三，兄弟们，哥几个。非得立，兄弟们，非得立，咱也不整这多少大员的兄弟们，咱人多，每个人出出手力，兄弟们，人气票今天晚上就奔前三，好，直播间所有兄弟们，开始，看到送人气票的兄弟们哥几个都关注一波，你们都互换一波，兄弟们，这个也是八家人的所有的这个征战的时候。感谢我命由我不由天，感谢我大哥，亲爱的哥哥呀，最近身体好吗？有人，老朱知道我哥，我都心疼了，现在躺在家里看永飞直播呀，开开心心就好多了。哥哥最近你兄弟我挺难的，找的媳妇全都跑了。哎呦我的妈！这个姑娘想给我入洞房啊，哥哥，我腰子现在还有俩呀，丢四个了。哎呦我的妈！这个。对，咱们对目前付费的人气票，兄弟们，咱哥几个呢，每个人来九个，咱也不像平常打拉这么狠票，兄弟们，咱们就是自己兜里看有整的没有，兄弟们，咱把免费的备好，兄弟们，免费的咱可以备好，付费的哥几个稍微的整一点，兄弟们，稍微的整一点拉票，好嘞，拉票有非真不会拉票，兄弟们，就是怎么说呢，就喊吧，兄弟们，咱哥几个送人气票的兄弟们，你们都互关一波，兄弟们，互关，兄弟们啊，都是自家八家人啊。免费的备好是吧？对，咱免费的为主，兄弟们，免费的为主，兄弟们为主，免费的啊。好，感谢这个点哥，感谢未来大哥，谢谢哥，谢谢收的门票，谢谢哥。感谢未来哥，第四名，我觉得第三名好拿，兄弟们，今晚这个时候要不拿第三名，兄弟们就白显咱家的，就是比咱的前五了，兄弟们，目前的4044人主力，哥几个把群里的免费的兄弟们都喊免费的票，免费人气票，兄弟们做一波，兄弟们啊，免费的整好。
免费的飞机票，兄弟们备好了，早打早出击，兄弟们。开始，一起冲！感谢我日月，我星星大哥，谢谢咱们必胜哥，感谢黑无常，感谢听风故人人，感谢包子车型，感谢老夫少女心，哎呀，感谢时空恋人，感谢春天哥，兄弟们，这局这姑娘是咱们的了。感谢我三哥。是羊入虎，感谢三大接口，感谢大哥，三五接口姑娘我的了。感谢直播间所有的发言人，兄弟们，把人机票免费人机票哥就能挺好，我先整个福袋哥一个，整个福袋，啊，免费人机票，兄弟们，挺好，挺好，挺好。对，感谢兄弟们，谢谢感谢哦，我全是爱情，全是爱情啊，梁子，承让了啊，本宫这国库空虚，甚是没有什么，没有什么多余的银两了。没有，咱俩谈什么银两？咱俩只谈爱情。你要纳我入宫啊，我天天陪你，天天爱你，我不像他们花心，我执着。本宫不需要爱情，本宫喜欢独来独往。你不能独来独往，我在，你不能自己跑，我得陪你跑。啊，那好，那歌府给我们展现个才艺啊。好，可以，这个可以有。你笑起来的样子，老迷我控制不住呀。一会哎呦，八戒，啊，你想看极度诱惑的，还是想看淑女多情的？我不喜欢淑女多情的，我喜欢霍霍我，不是喜欢，感谢兄弟们，免费的。人家今天穿的，本宫今天穿的衣服好像有点不适合。那没事，你看着来啊。好吧，来，给你诱惑一下你。好，免费的兄弟们，备票。来进来的朋友们，咱们想在那走起啊！好，你们不要停哦，千万不要停哦！所有的兄弟们，免费的人机票，还有三分钟时间，兄弟们，开始备票。咱们等会儿，好，来开始。谢谢何年长青哥。好了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！等我两分钟，好看。所有兄弟们，免费的机票清空，我老朱取的。所有的兄弟们，把免费的人机票全清空了。很高兴遇到武媚娘姑娘，第一次相见，她长得可真像我媳妇，我就喜欢她。她跳舞把我迷掉了，兄弟们，咱们给小武媚娘点点个关注，兄弟们。
最后的出击，把这首曲目。他干什么？他要娶我？没呀没有，这猪头。美娘，还记得吗？当初咱们俩在皇宫以外，大墙内说过的话，你还记得吗？我都忘记了。我今生非你不娶，你非与非我不嫁，还忘了？我娶你。很高兴，很高兴啊！然后呢，第一次和媚娘连麦，特别有意思。什么破十万的是吧？咱没给观众关注的话，关注一下这个媚娘姑娘。希望咱们俩下次还能一起玩啊！好的呢，好的呢，你跟我还是老乡呢。哪里人呐？江苏省徐州的。你是徐州的？啊，俺是徐州的。徐州哪里？徐州那家门口的。你别哄我了，你是徐州哪里啊？明天去吃米线啊哈。那你要这么说的话，我明天我请你吃米线。真的哈？你是徐州哪里？俺是都徐州那个泉山区的嘛。我就是泉山区的，你是山东口音。谁说我山东口音的？皮州的。俺娘家是皮走的。那你与许过婚配了？没有，俺单身，俺单身。好，那行，以后咱们俩一起常玩啊。那看你表现。那你让我表现，那我老朱就把我的唇子印在你的脖子上。哎呦我的妈！那要是再让我表现，我就把我的唇印在你的鼻子旁边。死猪头！呸呸呸呸！你要是这么对我的话，我把我的嘴唇印在你的嘴唇上。你没见到本宫是这么容易见到的？你没娶到本宫是这么容易娶到的？你真的是？我娶到娶不到，我先亲到再说吧。哎呦！滚一边去！拜拜！跪下！我也尴尬，我都。哎呦我的妈！感谢直播间所有的发言人，前三名，兄弟们，一波一拳！我操，我无敌了，兄弟们，我这头猪无敌了，兄弟们，兄弟们！哎呦我的妈！好，受老猪一拜。所有的兄弟们，一搏明天就是前三 ，Come on！ 感谢所有兄弟们，辛苦了各位。哎呦我的妈！对对对对。兄弟们记得这个猪八戒遇神则神遇神则人，为什么这么说呢？碰到这些口炮这些啥的，你放心，八戒的
这种语言他挺骚嘛，不怕遇到那些稳的人家才有才艺，有真正真正节目的，咱一定要什么呀，稳稳给大伙表演才艺，兄弟们，这是直播间的内容，快乐嘛。所以说兄弟们，咱们也别见我就我给人文化企业文化什么的啊，听话。好，下一位。我不能那么直播了，你们这么播的话，一晚上我自己都我能笑死。还是新人好玩是吧，兄弟们？能遇到那个不一样的，都能一起娱乐。你看又找我，这怎么？哎呦我的妈！我不想打 PK， 我不想再打 PK 四国 PK， 兄弟们，兄弟们，你们能懂我的意思吗？连我的全是人气高的打 PK 的，兄弟们。哎呀，我就喜欢才才艺艺的打 PK。打 PK 伤元气，我可不打、这那这，我可不像那些妖怪。下一位。就给你找就找了个嫦娥。永飞哥好。你好你好妹妹。孙先生好。伍子、你好哥。伍子。对对，伍子胥好。猪猪好。我呀刚才就念叨着呢。我就说我老猪想找个人家。感谢阎罗护法大哥，谢哥。找个人家，他们说，现在抖音里面都没有妖怪了，全是美女，我还不信。我这一瞅啊，还真的挺多呀。哎，没，究竟美女都是妖，就妖怪病的。你少说话，刘龙。有人。真就真事儿。哎呦我的妈！来这个大师用力！子熙姑娘，晚上好。你好，你好。身上全是绳子，就是挺好看。孙先生哥哥呀，我俩是好哥们儿，我俩之前认识过。这旁边这位妹妹，我老朱也熟，我俩都是我。哦，有人对。哎，就这意思，他说就是以前吧，我哥的，完了后来上车来了。对呀，对，咱没好意思说，我一说了。俺俩的好是建在了老贺的基础上。哦，是，对，这么是我俩好的，就相当属于连桥呗。好。小猪兄弟对我好，说给我老猪找过人家。我一看呐，孙先生我哥，我就不给我哥抢了。这是子熙，这个俩是活着行。看上来都给你。都给你，这么大方我都给你，上来就给了。那大家玩，混个好人缘来。行，那咱们就玩一局。哎，咋玩？我是没条件呐，别耍冤种啊。咱们就娱乐才艺，咱们可别让他们老喊着让人笑话。哎，对，好，子熙，你说呢？我听你们的。好。有人。我听。啊？我咋感觉就有一种引狼入室啊。引什么狼？我是猪，我比狼好。
我猪还能拱地，我还能干活，我还能给丈母娘洗脚。你就你会拱拱就拱白菜，我还会拱被窝呢。来，那咱们就一二讲的三四，可以，儿子，可以，好，能都。这都是能哥上午的吧？可以、啊，来吧，才艺，哎，行，可以，才艺，来吧，西西，你好白呀！哎呦我的妈！咱能发那个可以吗？发那个呗，就发那个也行，那也行，发那个吧，是吧？来吧，哎，西西，你这别。你加油啊，加油啊！哎呀妈呀！加上一二打三四，嗨，这不又纯纯的爱情戏，爱情又来了吗？夏木哥，这不又来了吗？来，兄弟们来！哎呀！挺好，兄弟们，为什么呢？咱的娱乐新朋友，咱就是又碰到几个新朋友，兄弟们，咱大伙儿呢一起玩，就是每天呢换着不厌的认识新人，不厌的认识新节目，兄弟们，咱也看看，大伙都经常看我演，看我吹，看我唱，咱也看看大伙儿的，兄弟们，看看小竹竹的呀，孙先生的呀，还有子琪的呀，对了，兄弟们，开心就好，兄弟们，咱哥几个呢就是老规矩，咱们给大哥点关注，兄弟们，咱们的八家人的兄弟们，以后呢，咱们就是玩。只要拉起 PK， 兄弟们，拉票不拉票，兄弟们，大哥送礼物，哥几个能帮我点关注，能帮我点个免费的关注，就是对我的支持，兄弟们。三千大队，三千铁骑，能帮我点关注的哥几个扣个一，兄弟们，扣个一，咱在看大哥送礼物的时候，关注给他点的板板正正的，兄弟们，就更厉害了。感谢我星辰哥，第一辆帕拉梅拉给我星辰哥点上关注，兄弟们。我的迷你小萨克，好。感谢咱们百货大哥送的原子弹。哎呦我的妈！谢谢兄弟们。嗯。好，兄弟们帮我定好公屏，看到送礼物的兄弟们点关注。感谢我合金长兴，我大哥给我长兴哥点上关注。哎呀！先来一首。感谢我秀林哥点关注，兄弟们。感谢我独子哥，
我拉票了，兄弟们！啊，我拉票了，我拉票了，我不能光吹了，兄弟们！好，感谢农村王大哥，兄弟们，给大哥兄弟们点个关注，兄弟们，开始！哎呀，啊，就像演出一样，才演完了，开始拉票了。谢谢咱们叶西大哥、李一哥还有王鑫大哥。不到最后的时机，保留实力，兄弟们，绝不让兄弟们每个人这个队一出，他必这个飞行大队只要一出，他必是冒烟的。哎呦我的妈！所以说我轻易我不动。哥几个，咱们看大哥送礼物的时候，兄弟们给大哥点关注，兄弟，感谢我江湖哥送到帕拉美拉，给江湖哥点点关注，兄弟们。好，好，好。谢谢江湖哥，感谢江湖哥，兄弟们啊，从来没有见你赢一把。哥呀，哥你就这么说你扎我心了，哥从来没有见过这个大哥刚才打字的，你扎我心了，哥你可能刚关注我，我有能力有这个文武憨者大哥，你武技是咱你可能没有见过我，兄弟们没有见过我的活力有多狠。咱就这样吧，兄弟们，你就感谢哥，谢谢咱们调皮小强哥，谢谢强哥，哥几个把关注点好的兄弟们点关注，咱不能让大哥每个人给他白刷了，兄弟们，感谢我命由天，有命由我不由天，给我大哥兄弟们点关注。哎呀，想赢并不是这么难，兄弟们，想赢并不是那么难。来，这一局哥实话扎我心了，哥。哥几个现在礼物全给我停了，每个人准备一个千纸鹤，等你看看一下千纸鹤大队。我们直播间拉票的时候一个大礼物都没有，就是十块以内的礼物，你看狠不狠？把这14000人大军兄弟们每个人准备一个千纸鹤，现在不用送，现在不用送。哎呀，哈哈。哎呀，本来是这样，兄弟们，我真想让兄弟们给我就是拉票干啥的，才艺娱乐局嘛。你要说面子这一块，你要是你都点我了，没见我赢过，我让你看一局，我赢你看一下子啊。哎呦我的妈！感谢我大舅子，哎呦！永飞虽说他不坑票，但是呢，可别小瞧这个队伍，兄弟们！直播间有一位算一位，谢谢感谢江湖哥，把咱们的千纸鹤大队兄弟们备好了，每个人一个千纸鹤，不许多整，咱就试一下子10000多人偷塔的感觉。你就说华子，可你有这么厉害吗？现在不用整，现在哥几个趴在公屏上什么都不用干，就看大哥送礼物给他们点关注，兄弟们需要咱们干的时候最后的40秒直飞满屏的千纸鹤，兄弟们墨迹的到千纸鹤开始，到30秒开始吧，对。哎，我老朱身后很厉害了，别人就是一个运营一个公司，我告诉你，我身后10000多个运营，10000多个大哥，哼哼，他们不出击的时候低调，一出击的时候我都控制不住。感谢书生哥，准备好了是吧？等会儿，感谢我至尊会员大哥，感谢帅哥，感谢我会员哥，会员哥点点关注，兄弟们点点关注。游行飞行大队，伺候准备，3、2、1，开始！飞满开屏，给送千纸鹤的兄弟们点上关注。哎呀，披星戴月并肩过，依旧如初你夏末，敢有你伴身旁，成就如今的海洋。风雨同舟，飞行大队，奈何一路。我与你。
干一百顺长半，飞行大队杀血汗，方得今日戴王冠，最终江湖为情义，心中未解谁能记，从此放下名和利，大风大浪怎放弃，龙山露宿那一刻，多少心酸多少乐，披星戴月大家最高礼仪，八家人感谢我帅哥，感谢我我一命不由天，感谢八家的所有的飞行大队。感谢我林土哥，谢谢哥，给宝宝大哥兄弟们都点上关注，兄弟们都请。感谢咱们家，哎呦我等你，我喘口气喘口气，还有咱们林土哥、慧眼大哥、江湖哥、孙明大哥，还有帅哥八戒，还有河间长青哥、听风玉、望心大哥、日月意，开麦开麦，兄弟们！哎，稳住！让三位见笑了。不要客气啊，七哥。辛苦了。见笑了。来呗，我们先来呗。好吗？然后不是行，那个要老来个来，要老哥唱一个吧，一会儿让子熙跳舞，他对子熙跳舞好，好，好吗？这个永飞哥，这个你爱看吗？永飞哥，哎，子熙老妹儿一会儿跳完舞，你会对她另格外的刮目相看，那比人都漂亮。我不信，我她跳舞特别漂亮啊！我唱歌，她跳舞。完美啊，欢迎大哥。这真的吗？真的，我把一首我是你的歌送过，真的。叫他的名字都叫五位。啊，那个我唱一首我是你的歌送过，送给四家的直播间所有的哥哥姐姐们。愿你们每天有个好的心情，愿你们工作顺利，多赚钱，少生气，心想事成，万事如意。好，你是我的小玫瑰花。好。我是你的格桑花。还没等到高山上的雪融化，我就等不起要出发。好听。在你离开前，我去摘一束最先盛开的格桑花。不能陪你去到海角天涯，就让花儿替我陪着你吧。如果太阳下山我还没回来，你走吧，不用再等我了。其实我知道这一世缘分尽了，遗憾心里还藏着几句话。明知道不可能陪你过完余生，这些情话不说了也罢。不怪老天要收回我的繁华，就当今生和你相遇的代价。再回头看看你走过的草原，你那里也下雪了吗？感谢杨树虎大哥，谢谢。可是我还没找到一朵花，原来爱情不能把雪融化，可我不甘心就这么倒下，我的脚步已经走不动了，也许我应该就在这里睡下，我希望有一天你经过这里，我身上开出格桑花。谢谢。
我是你的桑花，送给感谢感谢哥哥感谢谢谢八家人，还有十座家的兄弟姐妹啊，还有子期家的哥哥姐姐们啊，谢谢谢谢，咱们都给点个关注，兄弟们。对，杨叫杨哥是子，谢谢我七哥，感谢七哥，感谢哥，感谢哥，感谢感谢哥。对，咱们呢都三个直播间都去。去点点赞，然后给子熙点点关注，对，点点子，对，给子熙点点关注，子熙很优秀，家人们啊，对，就是杨虎口哥，就是七哥，就是子熙家好大哥啊。哎呀，好嘞，哦，七哥，叫，是的，是的，叫七哥就可以了。好的，感谢七哥啊，兄弟们。哥，你帮我放，哎呀，感谢，谢谢我珍妮哥，谢我宇哥，感谢宇哥，谢谢宇哥。啊，感谢宇哥，感谢子熙家好大哥，谢谢宇哥。孙叫孙哥把子熙，哎，我把子熙放大啊，等会儿啊，哎，来，你看吧，永飞哥，你，哎呦我的妈呀，你看吧，我平时很少看舞蹈的，我不敢。啊，谢谢宇哥，谢谢。杰克，杰哥啊，戴着眼镜看。啊？他怎么？聚焦是吗？有感谢宇叫宇哥，又是子熙家大哥，对，是子熙家大哥。感谢宇哥，兄弟们去顶赞，顶关注啊，打一波祝福啊，感谢啊。哎，咋又定你喂？来了。哦，感谢这宇哥，谢谢宇哥。秦国严重踏上河武破苍穹，身旁守护盖世英雄，护你一路多从容。浴火凤凰战甲再披，他的情你要珍惜，一身风采勇冠第一，风华绝代无子熙。最美女神看我胸膛，守护狂刀斩群狼，这里是你万丈光芒，犹如耀眼的骄阳。秦国倾城名传万里，风华雪月无人比，是双几棍啊。多少人他为你痴迷，瑟瑟冷风迎面袭，伍子熙你所向披靡，留下一生的传奇。一路向前万丈狂风，凤凰展翅破长空，今日点亮长明之灯，能否记在你心中。秦国不让一颗初心，身旁有你在聆听，我从低谷走到如今，只因国民伍子熙。记住伍子熙的名字，定要在你心头刺，这一路的凤凰展翅，待我成名那一日。他这一生无所畏惧，一生丰碑万人记，身旁英豪为我而聚，陪我一路战天地。百媚千娇守我战到心中，志气怎可抛，谁人敢称第一天骄，伍子熙他无人超。伍子熙这不败风采，强制游龙披帐铠，君临天下初心不改，他名传这四海，天下流传不败之名，一生骄傲的天庭，这一次我斗转天庭，不能输我只能赢。优秀妹妹，你还这还会跆拳道啊？人那叫双截棍，还跆拳道啊？你咋没说人那是太极呢？哎，你看我还怎么回事？哎呀，猪叫猪哥，二叫二师兄，又开始回味了。刚才呆就呆子，这就这个露肚眼了。我以为他要吐丝儿呢。哎，真好看，哎，真好看。子熙可否婚配呀？啊，刚才就是直播间打听了一下，听说你是属马的是吗？哦，公马。哎呦我的妈！我属羊的。哦，六合。马和羊特别配。哎，你这个马呀，公马不是，就这个马呀，对羊特别好。他们俩都有四条腿。你俩还都吃草。对。哎，你俩吃的还一样。不能婚配，但我相信您一定会对我很好的，我相信这个。对，作为朋友你也会对我很好的，婚不婚配无所谓了，就我的脾气可能也不太好，我怕我揍你。没事儿，我愿意。他把我看穿了，看抖了。我永飞哥那意思，你看他的表情啊，
他要是早遇着伍子希呀，他说啥不能因为嫦娥夏天的，真的真的。特别好，特别好，特别好！感谢感谢子熙，我就我跟你讲，子熙啊，那个，你跟谁也不能跟，就跟着二师兄，跟你，他还给我抢了，还听花心。啊，花心啊，他叫他一天晚上要就有好几个女朋友。听说好几位，他姨太的，好像对，敬就敬谁爱谁的他，见一个爱一个，那不行，我就比较专一，哎，我就对，不是你专一啥用啊？您跟你交流费劲的吗？费劲，说话都交不明白，我都偷袭过，对，我脖子的，对脖子的，对，要有永飞哥比咱们也长得精神呢，也北人啊，那我哥就夸我，哥夸我了，我哥夸我，来，哎，真帅，帅呆了，酷毙了，过去，来，中，行的，那咱们要展示才艺不？对，行了，哥，你们有时间的话就来一个，来吧。我就来新唱，然后用叫永飞哥压轴啊。好，来，我苏哥表演我唱个。好。好。阿爸阿妈，给我温暖的家，太阳一样的爱呀，抚养我长大。阿爸阿妈，我心长得不傻，一两一样的爱呀，伴我走天涯。我的阿爸，我的阿妈，孩儿有说不完的心里话，就像满天的星星啊，闪耀着你对我爱的光华。唱一半啊！哎呀，没想到，我兄弟讲话可不唱歌还挺呢呀，他呀。我就我唱歌的时候是舌头会膨胀。欢迎我振成哥，晚上好，大哥。好，好久不见了，大哥。那我也整了一首歌曲，歌曲的名字就叫。我爱子熙，有人献血的呗。这有猪猪老给我抢，他又整了个球球抢，我来。行，我就不给你抢，我的。妹妹，你属羊，我属马。我爱你。我在这儿呢。看看仔细的眼，看看仔细的脸呐、啊，看看仔细的小酒窝呢，越看越顺眼。
看看你的美，我看看你的嘴呀、啊，看看仔细的小脸蛋，男的都熟睡呀。刚才看到你的腰，我也看到你的腿呀、啊，看到你的好身材，赛不要肥肥。看看仔细的肩，看看仔细的背，我前看后看左看右看，越看仔细越美。你不高不矮，你不胖不瘦，不仔细你就是我的一块心头肉。美美你呀，美美你呀，快点扭过头啊，大姐我现在想要亲上你一口。不高不矮，你不胖不瘦，仔细你就是大姐里一块心头肉。美美你呀，美美你呀，别呀别害羞啊，大姐我现在给你那个盖上红盖头，哥哥我给你盖上红盖头。哟，朱哥，朱哥，你听没听过他这个这首歌给别人唱改过名？你听没听过哥？没有，我从来第一就第一次听。对对，给我弄小，弄小点，哎，弄大，你别笑话我，弄小点。喂，哥，啊，这就这首歌叫啥名？叫啥名字？叫心头心。我是西西，是我的一块肉。我也要学会了，我也撩，我也用，就用这首歌撩他要给别的女的唱。对，那可不行。开心开心开心。这首歌叫心头肉。对对对对，咱们喜欢关注。孙先生，我好哥哥，还有朱兄弟，还有谢谢谢谢，还有吴子熙，还有非常非常优秀的女主播，还有好多才艺主播，希望大伙喜欢搞笑才艺的，给三位老师点个关注，开心就好啊。嗯，也就也感谢永就永飞哥啊、哦，谢谢八家人啊，万就万人主播都、啊、就能陪，谢谢就陪咱们、哎嗯啊、真的，对，是啊，我们俩去年我俩连过，但是他人气太高了，人气太高的时候我也不敢连人家。嗨，都是朋朋友友的，说不说那个，开心就好啊。对，也感谢飞就飞哥啊、哦，带能和咱们一就一起玩啊，是啊。都是自家朋友，别的客气就不好了。哎，这永辉哥人可好了。嗯，谢谢哥，谢谢谢谢妹子。行，就是所有的主播评价都非常高。嗯，我会骄傲的。行，来日方长啊，来日方长。好，谢谢你们俩。好嘞，好嘞，永辉哥。好，好了，飞哥。一路长虹。日后。再进哦，好，吓一跳，这啊，收尾，好嘞，咱们都好、哎，真挺好，真挺好。哎呦我的妈！哎，没想到大伙对我的评价这么高呀，那我老朱，我得给大伙施个礼。No。哎呀，以后必火，火什么火？我老朱现在我可不敢火，火了他们就想吃我的肉，吃我的肉不要紧，还想玩我，那可不行。哎呦我的妈！啊，哎呀，怎么找我的？这么这会儿找我的这么多呀？啊，我CG挺好玩呀。关注我好大哥，兄弟们，我的好哥哥，一号麦，我命由我不由天。对我非常好的十九级的一个好哥哥兄弟，没关注的话可以关注我大哥兄弟，还有榜上那个会员至尊会员都是咱家老杠，没关注的话给咱家大哥兄弟们一定点关注，兄弟们一定点关注，还有我日新月异大哥哥几个，咱以后呢点关注的时候呢，瞄准的时候看到的时候，我希望哥几个都点个关注，虽然点关注不花钱，这是一份力量，这是八家的一份
一份情谊，兄弟们，来的咱们不管大哥要不要关注，给大哥狂点波关注，兄弟们啊，这有面，最起码咱呢八家人第一个人好，第二呢咱带的也好，无论任何主播评论咱们，有被人家哎人家人还低调，还重情重义，人家人也不错，对不对，兄弟们？要出门见到这几天出门打野，你看要咱要不出门，谁知道咱八家人，兄弟们？一出门，你看八家人，包括咱们去别人直播间打字儿互动，咱老八家人都是这个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教的好，咱不敢当，不敢当，对吧？好意思的好是吧？我大哥，对我，哎，我要是个母猪多好呀，给我哥生一窝。对，咱们呢，你像。之前咱自己玩的时候都老朋友都不知道，一出新朋友，哎呦，咱我现在知道八家人到哪里都撑大拇指，这是脸面，兄弟们。刚才说了，你看，都听说过八家人，听说过八家永飞，八家人，兄弟们有没有面，兄弟们？有面，打个有面，又连我，妹妹你早洗口。老朱想打打想的好难受，好几天不见他去哪儿喽，马上我老朱去看他喽。来在哪？哎呦我的妈，我也来看看你，好几天不见了，看你咋样，最近这个就是这个小娘子娶的还顺利不？哦，难，这两天我特别低谷，特别难受，这两天心情不好，这两天直播也没有劲了，嗨，朋友都是不是不在状态，以前都对，哭三回了，一晚上直播哭三回了，心态崩了。哎，直播哭的话我不太信，真的，我都哭好几回了，我想人脉达达，我说我这姑娘不直播去哪儿了，我就想她，心里又抓着她，别的女人进不来，别的女人勾引我穿的少衣服，我从来不看，在我心里人脉。看到我的眼神，他就告诉我我爱他。哎呦我的妈！那你说的话我可当真了啊？那我又不讲假话。啊，那你这两天娶的那些娘子都够用不？我这两天呐，心不在状态，我都没戴面具直播，哭三天了，哭三回了。啊。那你的眼睛咋不肿呢？我这眼睛每天肿。我的眼泪不流，我老流水，我老上厕所上的挺急，一晚上尿四五回。有人问因为你晚上都几点睡啊？一晚上尿四五回，你咋睡呀、啊？哦，我晚上睡得早，而你这后面在哪呢？我在直播间。哟，这直播间后面怎么？什么呀，大这是凳子吗？哦，那个家呀。嗯，哪个家还啊？没在家呀。啊，没在家，我把电脑都搬这边了，家里也不能播。哦，公司。害我每天往过跑，一跑路上堵车，就每天迟到。是想我了，还是想我了呀？那肯定是想你了呀，也想大家伙了，都想。想我是假的吧？哎呦我的妈！就是捎带想一下你。你瞅瞅，这两天，哎呀，我就天天想你，见到你我才高兴点。原来我老朱自作多情了。那我也没看见你高兴啊。呀。我挺好，都没看见你笑，看见没有，多高兴！哎呦我的妈，这笑多假呀！你们这，我看看啊，这个，有我俩聊起来多好，你们老让我拉四人的，拉四人的，就是说实话，兄弟们，拉四人的话一起玩，就我俩，就不能给咱俩单独这个时间给一会儿吗？对，我把爱就全给他多好，我不想把爱给别人，我现在。多累得慌。对，谈恋爱的呀，咱俩呀。哎呦我的妈！咱俩谈啥恋爱？我可不和猪谈恋爱。那咱俩是哥们儿还是姐们儿啊？还是情侣、啊？咱俩是哥们儿。你怎么老是忘呢？啊，对，哎。又伤心了我，有人两天没见，成情侣成哥们了，我去。我
我觉得哥们儿这个要会更长久一些。啊，那咱俩情侣的话，情侣的话，我觉得我也给不了你安全感，你也给不了我安全感，这样子咱俩长久不了。要什么安全感呢？我给你温暖的家，幸福。你可拉倒吧你！指定现在嫂子不在直播间，要在直播间，你敢说这话吗？我单身，什么嫂子？我单身。哎呦你妈！我单身。怎么我单身？单啥身呀？单身？那天在直播间里那是谁呀？手拉手唱歌呢，那不是嫂子吗？哎，我忘了。哎呦你妈！我忘了，我一直播我就把我自己当做单身，那不直播的时候媳妇可多了，四五个家里停了哪都是。对呀、啊，跟你唱午夜结局的是谁？嗯，要为什么要提这个事呢？为什么要提线下呢？我现在是猪。哎呦我的妈！那你要是猪的话，那你现在不是娘子更多吗？我能跟你谈恋爱吗？你天天闹洞房啥的，不是裤子丢了就是床塌了。我怎么一看他今晚吃醋了，兄弟们，我发现他吃醋了，兄弟们。我还发现个事儿，兄弟们，我必须这一局我俩不能聊了，一聊的话我真动心了，我就真的我心就全跑他那里去的，兄弟们。我最他越我他越又不搭理我，我又越喜欢他。他要这么对我的话，我得死他，我得不是，我得迷他身上。我哎呦我的妈！嗯，你看又来一个娘子吧、哎，你看，哎呀，晚上好，晚上好。我曾经爱过一百多个女人，他们说我是最骚的男人。哎呀，我天哪！我就想让他亲我，不说话了。哦，原来今天的歌是为佳佳而唱啊。不是，我在想，他说他以前爱过一百多个女人是什么样的感觉？他吹牛，要爱也是他爱过，那不可能一百多个女人爱过他。什么感觉？晚上好，晚上好，晚上好，晚上好。其实我今天晚上本来我是想的，如果说我能有幸接到这个八戒的麦的话，我就不真人出场了，但是呢，我这一看到你俩来了，我就一激动忘了。我本来是想他直接出场，就是让他来一下。哎呦我的妈！啥情况啊？我都已经准备好了，你知道吗？然后他一接之后，我就忘了这个事情。你看你刚刚跟我说的话，你怎么能把咱们小猪给别人呢？哎，你看他的眼神，我今天看了半天他的眼神，为什么是这样的？靠不住呀，真的，天下男人一个都靠不住。我，对，直播呢。嗯，啊，没事，生小猪了，没事，直播呢。你别再给我打电话了，对吗？我不希望你，我心里没有你，我不爱你，你别给我打电话了，哥，我不爱你，我不希望心里没有你，你再给我打电话，我就死。哎呦你妈！你就会说这句话。这个，你先说那个小猪是怎么回事？我需要解释吗？我需要解释吗？大男人，我也要一个。我替他解释好不好？我听了解释行吗？坏了，我也要一个。这是我打 PK 赢来的。啊，对对对。对，但是